道，好久不见了。那么这次呢 UP 主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玩的实况啊，就是我这位朋友叫 T， 然后他那时候过检查点的时候他没有下来，他在上面输出啊，结果还死在了上面，下来了，他也没有办法下来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上去，所以说就没有办法拯救这位啊，这位很骚的骚操作的青年。然后那时候我有想过好多种方法，比如说复活蜂窝啊，然后比如说把他踢了，然后再把他拉进队伍，都没有什么卵用。对，那时候我是没有录音啊，就是我录实况的时候，我的麦克风，就是我录制的麦克风没有开，但是我游戏内语音是有开的，所以说啊，这次基本上这个实况就比较平淡啊，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。然后这是我后期配音的。然后那时候我是怎么笑的，我们三个队友是怎么疯狂大笑的，然后也没有录进去。然后后来呢，我想出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把它复活了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尽情的观看吧。Another agent is now in your group. An agent has left your group.